各位朋友，我今日讲一下学好中文嘅心得。我嘅目标观众系能够读写中文以及讲流利粤语嘅朋友，即系你哋。学好中文呢个概念系有啲模糊嘅，但系我哋可以喺呢个模糊嘅概念之中，将中文嘅造诣大致分为粗通同埋精通两个等级。分别在于，第一，遇见唔识读嘅字，我哋有冇能力翻查运输或者翻切字典，寻找正确读音。第二，我哋有冇能力唔读错是但一首近体诗嘅平仄声。如果我哋冇呢两种能力，即系难以驾驭中文。咁对我哋深入认识中国语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一定会造成障碍。换言之，要精通中文，就要学分辨平仄，运用翻切，仲要熟习近体诗格律。呢一种相当传统嘅学习方法，是令我哋终身受用嘅。所谓平仄呢，就是指平上去入啦，平升就是平啦，上升去升入升，加埋就是仄啦。咁粤音呢，就真係好幸运嘅，同中古音对应得相当好。粤音有所谓九声，九声即是四声九调，四声就是平上去入啦，咁然后呢就再分阴阳喎，平声有阴平阳平啦，上声有阴上阳上啦，去声就有阴去阳去啦，入声呢就分阴入、中入、阳入。其实中入声呢都系属于阴声嘅，不过系个音阶稍微降低咗啲。咁同中古音系对应得相当好，因为中古亦都系有四声。但是就每个声都分清浊，咁所以就系四声八调啦。咁同我哋嘅四声九调咧，其实系好相近。我哋尤其是保留到中古音嘅入声，即系 T P K 收音嘅声，好多方言咧都保存得唔完整啊。普通话更加消失晒啦。咁我哋以前系点样学呢个阴阳平仄嘅呢？就系靠一种叫做天籁调声法。以前啲人入去卜卜斋读书咧，差唔多第一日就要学到，就系将啲音阶串连咗佢嚟念，好似当唱歌咁，咚咚咚咚，先先先先，咁咁咁急咁样去念嘅。细路仔学好快，因为细路仔系唔识字嘅。但是就喜欢唱歌，所以他们对声调是非常敏感的，而且他们不会想，哎呀，这个声音有没有字写的呢？一想有没有字写就出事了，因为很多这些音是没有字写的，有其声无其字。大人学呢就困难，因为脑成日想有没有字写。咁我为咗帮助成年人学调声咧，我跟住嗰几个表全部都写到字嘅，用字嚟带引翻我哋去认识平仄声。首先呢个表咧就系九声嘅例子啦，大家要听到。个音阶同埋嗰个声嘅音阶一致嘅，音平春天花开，春天花开嘅音阶都系非常非常高嘅，亦都系我哋粤音个系统里边最高音嘅。阳平最低音，和平繁荣，和平繁荣，和平繁荣。其他啲咧就喺中间，
欣賞港島好景由低向上爬嘅，咁呢一種咧就叫做賞識。咁點解叫做欣賞呢？因為仲有陽賞啊嘛，陽賞都係由低向高爬，但係個起步點係低咗嘅。舉例，每晚有雨，每晚有雨的音階是低過港島好景的，雖然大家都是向上爬。去聲是可以講得很遠的，你夠氣的話可以講到不停的。音去最看世界可以講很長都可以，陽去大路漫步都是可以拉長講，陽去的音階比陰去的音階為低，所以才有陽去和陰去之分。最看世界大路漫步，陰入中入陽入，其實個音階都冇乜特別嘅啦。音入嘅音階同音平係一樣嘅，中入嘅音階同音去係一樣嘅，陽入嘅音階同陽去係一樣嘅。所唔同嘅係凡親入聲都係 T、P 或者 K 收音嘅。舉例，音入聲一曲竹福音階一樣，同春天花開嘅音階亦都一樣。所唔同嘅呢，一曲竹福都係 TP 或者 K 收音嘅，一 T 收音，曲 K 收音，竹K 收音，福 K 收音，而春天花开都不是。中入了，八尺铁塔，八尺铁塔同最看世界是同音阶的，只不過最看世界不是 TP 或者 K 收音，而百尺鐵塔就是百 K 收音、尺 K 收音、鐵 T 收音、塔 P 收音。閉口陽入十酷熟玉，十酷熟玉是同音階，而且和陽去的大路漫步同音階。所不同的，大路漫步不是 TPK 收音，十酷熟玉就是十 P 收音、酷 K 收音、熟 K 收音、玉 K 收音。九星的音階介紹了，但是要記呢就不太容易。那些小孩是怎樣記的呢？就是串連了，將啲平常去入串埋一起練的。我又舉例了，調聲表一，這種調聲法呢，第一步就是將音平、音上、音去、音入串連。我舉以下的例子，针针针针，金金金急，军滚滚骨，登登登得，边扁边必，应影应益，
迅迅迅速咚咚咚嘟，細路仔念起上嚟咧係好快嘅，佢亦都唔會諗點解針針針後邊會係執咧，佢自然唱到出嚟噶。誒，科學化一啲講咧，就係、是、如果個飛入聲係 NG 收音嘅，佢入聲就係 K 收音；如果飛入聲係 M 收音嘅咧，入聲就係 P 收音；如果飛入聲係 N 收音嘅咧，咁個入聲就係 T 收音。針針針都係 M 收音嘅，咁、那個執咧就係 P 收音，都係閉口。金咁撳。M 收音，急 P 收音，滚滚滚 N 收音，骨 T 收音，噔噔噔 NG 收音，得 K 收音。点解会咁嘅呢？就因为唱呢啲天籁调声法嘅时候呢，你每一组啊个口型其实系冇变过。比如話，噔噔噔，大家可以察覺到咧，你嘅脷尖係唔會頂住上顎，得個脷尖都係冇頂住上顎嘅。個分別就在於噔噔噔咧，你啲氣係可以衝上個鼻，所以話鼻音啊。但係得咧，雖然口型係一樣，但係你係阻住佢。等啲氣上唔到鼻，所以叫做塞音。因為口型係相同咧，所以好自然咧，噔噔噔後邊就係得噶啦。你唔會話噔噔噔得嘅，因為口型係唔同嘅。咁有咁啱呢度係寫到字啫，寫唔到字嘅話都係咁樣唱出嚟。音階一定要準，千祈唔好話哎呀寫唔到字，唔知係咪錯咗咧咁，不如就一就佢啦。就一就的時候呢，個音階就不會準的了，那就會錯了陰陽平仄。但是大人學呢是辛苦一點的，跟小孩子學是很不同的，那就要用一些詞去幫助他，讓他念熟了，那他可以忘記一些詞。所以我們呢是不妨快一點念，針針針針，金金金金，滚滚滚滚，噔噔噔噔，边边边边，应应应应，顺顺顺顺，咚咚咚咚，咁念到熟晒咧，你就可以唔再理啲字。咁而家我呢一个调声表里边啲字咧，系平上去入得齐。有时喺玩呢个天籁调声法调声嘅时候咧，系冇入声噶。咩情况之下先调到入声呢？就是非入聲一定是要 MNNG 收音，鼻音收音，你才可以有塞音的入聲。如果沒有鼻音收音的，在個調聲遊戲裏面你是無需要調入聲，亦都調不到入聲。我是可以跟著舉一些例子的。不過我們講埋個中入先。嗱，頭先我哋就音平音上音去音入啦，但係我都講過啦，中入其實係音入嘅一部分，不過音階就降低咗啲，係同音去升同音階。音入咧就同呢個音平升同音階。咁調聲表二咧就係帶出個中入嘅啫，監減鑑。夹，如果你要调音入咧，咪监减鉴夹咯，不过写唔到字，点解咧？监减鉴夹就写到字，系方便成年人学习嘅。翻反犯法，金减鉴夹，兼检鉴劫，先闪善涉。刚讲降角，
半本半撥冤冤冤月。有些人呢就会将甲月的月读了入月的月。如果是入月的月呢，就是阳入星来的。月是一个中入星字。假设我们要将这个表里面中入变成阴入都得的，未必写到字这解的。尴尴尴急翻反犯法尴尴尴急急就写到字啦。兼检兼劫写不到啦。先闪先涉写不到啦。刚讲刚觉半本半拨冤冤冤月，因为写不到字，所以我不会拿来举例。咁大家呢就念呢个调声表演呢要留意，就係阴去声嘅阴阶就带出中入声嘅阴阶。尴尴尴尬翻反犯法金感尴尬兼检兼劫先闪先涉刚讲降角半本半拨冤冤冤月。好啦，当非入声不是鼻音收音，那就方便很多了，少了个入声去调，先调音声，音平音上音去，但是不是鼻音收音。加假假你怎样都撞不到个入声出来。如果你夹硬说加假假假那得不得呢？得，不过不合规矩，因为加是更的入声，更更更加更是 NG 收音，那加不是 K 收音。这些是没有鼻音收音，你夹硬加个塞音在这里，就是加了夜上去。那这个在个调声游戏里面呢就是不啱用。我们试下读读这个调声表三吧。加假假威威威嘻嘻嘻遮遮遮招招招火火火孤孤孤猪猪猪，就不需要再想入声了，因为非入声都不是鼻音收音。音声的调声法呢讲了，现在我们呢试试阳声。先举一些鼻音收音和塞音收音的例子，调声表四，阳声是很低沉。蓝蓝蓝蓝淫淫淫入文文文物零零零力寒寒寒寒凉凉凉略满满满没圆圆圆月。蓝是 M 收音，蓝是 P 收音，都是闭口的。蓝蓝闭口的。淫淫淫都是 M 收音。文文文呢就是 N 收音。物就是 T 收音。物 T 收音。口型不变，问问问物零啊 ，NG 受音零啊，零力口型不变，但系 NG 就变咗 K 啦。汗啊 ，N 受音啦，脷尖顶住啊，上门下背，
汗汗汗hot 量 ng 收音量量略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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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t 圆圆圆月，因为我是用一些四声都调到都写到字的例，所以例就很局限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有其声无其字的嘛。但是大家念啊念啊念到熟，最重要的音阶串连得好，串连得好你再试其他的，发觉没字写，没字写是没罪的，不要经常想着有字写，很多时候是有其声冇其字，而家我哋讲真咧，都系音阶嘅啫，同埋收音。咁又咁啱咧，调声表四咧，都系有字可以写嘅。好啦，咁调声表五咧，就系试一啲非鼻音收音嘅字啦。喂喂喂，流流流。蛇蛇蛇，毛毛毛，鹅鹅鹅，水水水，符符符，妹妹妹，喂喂喂，哇，得唔得呢？喺呢个调声游戏里面呢，就唔合规矩嘅，因为哇系 T 收音嘅，咁前面嗰三个音呢就一定是 N 收音的啦，喂喂喂都不是 N 收音。既然是滑，前面当然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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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就是说韵母的韵幅的原音呢是没有变的，滑滑滑滑，但是喂喂喂呢就不可以再调下去的了。比如说符符符符，咁又得唔得咧？咁啊，梗系唔得啦！连个韵幅元音都变埋啦，符符符就冇得再填落去噶啦。好，咁、那个调声游戏咧，就至此为止啦。